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二号。那我这边呢，就是来抽这个转蛋哦，更新后送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谁：包青天、火鼠到包青天，然后水鼠到皮利卡，然后木鼠到波拉里斯、欧娘，没有卢娜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来抽。这个里面是必会中一只六星，那就完全看脸会不会看你会不会中限定。然后只要是不会发花宝图的，就会都不会算在非洲语，所以放心的抽。直接抽，那个50%转蛋是要花。等一下，这个有点往下一点。Go， 对，我刚没有注意到。那我们来看我们抽谁。哦，跳了，本帐跳了。哦，里尔王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还蛮喜欢的一只普角。来，南丁格尔，别西普哦，可以有限定就很赚，有限定真的赚。南丁格尔，哦，好久没看到他了，谢谢米西。好，接下来换我们的二号，我们的二号直接也是来抽，对，一样，哦，对，差点以为我抽错。惠比兽或是包青天、皮利卡都可以，拜托拜托拜托，米西，或是给我一只我没有的就好，我没有的也可以。哦，有未获得 ，nice。哦，这个又忘记威尔丹，是叫威尔丹蒂吗？好像不是，反正就是反传妖精的。哦，骑士团的。反重装的样子。对，好，二号看起来就是相当的。对，没差，免费的。好，三号也直接来抽，直接抽，拜托拜托拜托，来，出个包青天、波拉里斯，包青天或波拉里斯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包青天、波拉里斯，我会获得 ，nice， 有跳都有机会。苏洛，好，很像，好，苏洛不错。我们的四号最后一号一样，来，先就是无心流，心里想就好，心里想就好。啊！这到底是什么鬼？好啦，好玩呐，好玩。好，那么日版的四字账号抽的，还不错啦。四字账有一只南丁格还行，而且出来本账，我可以拿它叠起来。好，那等一下就来看我们的台版。接下来就换我们的台版哦，台版一样就其实有舞动就好，有跳位或者我都很开心。对，台版的话就。可是通常这样讲，台版都会抽很好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通常对吧？还是我现在讲出来就会出事 ？OK， 好，骗我。是谁？好 ，OK。有跳。哦，大千鸟死文字，他是死文字墙吧？我应该没认错吧？三千元，好 ，OK。最近也在别人教我打日嘛，对吧、啊？大千鸟四代木空还不错，一个很强的角色，不错不错，补到一只蛮棒的轰嘴角。三号一样，台版补动就好。来，一样，台版补动，各种许愿。波拉里斯，你要波拉里斯，你要波拉里斯，你要你要。好，没关系，
为获得转。我的苏洛好像本账好像30运还是40运？哦，OK。有跳，一直跳，再跳一个，再跳一个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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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，哦也行，其实都不错哎，都是不错的补角，除了苏洛，没有问题，不错，蛮好的，好，接下来换我们的最后的本帐，好，最后换我们的台版本帐哦，台版本帐就。拜托，给我一只你要，拜托，我需要你要，我台版强烈需要一只墙角，拜托拜托拜托。哦，基督城呢 ，nice。是谁？好，给，总之呢，就祝各位欧洲吧。对，因为这个就蛮看脸的。对，那就祝各位抽的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。好，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的这个转蛋哦。那感谢各位观看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